大家好，我叫 Mr. Angry Toaster Brow。我八岁了。我住在挪威。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我喜欢正方形的东西。我不喜欢水壶，因为它们太吵了。巧克力冰淇淋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。我很想出名。人们都怕我，其实我很友好。